前几天我一个朋友他家的一只缅因猫生了六只小猫，然后就送给我一只。那六只小猫里面的老大，那我给它喂一下，我给它喂一下那个肉。来来，喵喵，喵喵过来，喵喵过来。这边，对，这边，那这个是牛肉，还有那个牛肉，还有那个鸡胸肉，啊，上面的粉末是一些药，是一些营养液，啊，它很喜欢吃。啊，这个关一下，这个忘记关了，看它吃一下。哎呦，正常的话，它正常的猫粮它不爱吃，它就喜欢吃肉，吃得很好，吃得比人还好。然后现在都吃得狼吞虎咽的。经过漫长的三分钟后，已经吃了一半了。喵喵，你吃的那么快。经过五分钟后，他已经全部吃完了。喵喵，你都吃完了。呵呵呵，那么可爱。